现在这个汉堡里面涂上这个鲱鱼，鲱鱼的味道像什么？你知道？你知道企鹅有没有？企鹅它会吃这些鱼，吃了以后还没消化完整，是企鹅被杀了，然后把肚子打开，就是那个味道。它是一个模一个样，所以有一点尸臭味，就是尸体，死老鼠。来来来 ，Oh my God， 来开始。一鼓作气吧，哎，好臭啊！好像现场有分尸案一样。嚼嚼嚼，嚼完吞进去就算结束。还要不能吐出来？不能，蛮轻松的哈。好吃，好吃。那就再一口啊，好吃哦。还可以讲一口而已。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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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山猪，多大口吧？有吃到。山猪，你是邪心，整个吞掉。不要这样啊，半颗，好吧？会不会太多？大口一点，来。哎呦，他还选菜那一边。哎呦哦，你嘴巴那么小，猪应该是杂食性的啦哈。山猪，它超大口的。哎，吞下去，吞下去，吃，吞下去，吞下去。林哥还叫人家吞下去，你等下就不要吐出来。好，好，有来了。好的，哎，沈玉林先生，请大口必咬。演得好烂哦！这什么演？太浮夸了吧！大口，你是被电到的。你演得很演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好吃。真的好吃啊！你是在踢档哦。丢高啊！天哪！因为你刚才演错，这个是辣的演法，不是臭的演法。你是中毒啊！食物中毒了，食物中毒。没有后续啊！没有后续，他没有延续。他的演法就是戛然而止。来，何宇文小姐，汁都滴下来了，小心不要让汁滴到手。对对对，会露馅，会露馅。一定。哦哟，好大口哦！吃的很快速，咬很大口，吃很小口。哦。不舒服，不舒服。哎呦，脸凑在一起，我怕他会喷在对方脸上。好，没事，好 ，OK。看完之后，台哥没有看过你那么正经的。台哥，台哥真的如此严肃的脸，怎么样？台哥认为，我觉得山猪可不可以再试一次？他这个牵扯到逻辑、反逻辑跟反反逻辑。哎呦，逻辑反逻辑跟反反逻辑，很复杂。所以，玉林哥有可能就是真的。可是玉林哥到现在，所以他是反间计当中的反反间计。可是水哥，玉林哥到现在还在吃哎，而且水喝最多的应该是。我跟你讲，而且玉林哥他很会忍。他为了得胜是。他是可以坚忍不拔的，已经是到了。他可以现在一直吃，让你觉得说，你看到没有，是美味的，不怕。所以你们研究的结果，那我可能嘴巴里面是没有东西的。而且他鼻头红红的，哎，你们鼻头红红的，对啊，他给我刚撞到墙壁，他也太大力了，故意用。你们四位研究一下，有没有想要让哪一位再吃？选一个，选一个再吃一次。这个很残酷哦，山猪再吃一次，再吃一次。请再大口一点，山猪的水喝最多。一二三，你要吃大口一点。哇哇哇！你们塞进去，你们塞进去。哦天啊！赶快咬，赶快咬！不要假咬，假咬。把狼一那西北料，可是这样又感觉有点假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他是用假，然后又是真，这来骗。他这个是反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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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你们三个讨论还不如听他一句话。台哥说话，他的单眼皮里头仿佛就有双眼皮的答案。山猪，真的叫山猪？确定吗？确定吗？好，你想吃除了山猪以外？任何一个，我都拿给你试一口，因为其他都没有，其他都没有，没有的嘛，其他都不是嘛。我吃那个何宇文的，好，好，来，为您送上宇文姐的，宇文姐的鲱鱼汉堡，我们最排除他了，直接刻了吧，不，鼻子凑过来就可以了，闻一下呢，这个好，哎呦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
啊，再来下一位沈玉林的，玉林哥，你就直接打开给他闻就好了。没有，来，应该没有，最快了嘛。对呀，这总不是我了吧？不啊，是你啊？不是啦，不是啊，只是请你来试菜而已，试菜来就可以。闻闻看。玉林哥，希望你下回运气好，别再抽到鬼牌了。好的，台台队这边要先被拔毛，拔哪里的毛最痛的呀？我跟你讲，哪里？指头上面不是都有一个？哦，上面有毛，脚趾头毛，对，那个有多痛？脚趾头，而且因为那边的毛会比较粗一点。对，而且人家讲说冷水拔鸡毛，拎最差给毛，没有软化了，直接动。哎呦喂呀！那么抽个签开始。刚刚杰林是吃的臭豆腐，对对，闻到了。但有白牌这边会看到，小心。好，四位请咪牌。哎呦，台哥表情不对喽。嗯，台哥。好的，感觉准备拔毛开始。没关系，痛就笑出来，没关系。假的，假的，哦好，没关系，假的在。好，我是吗？二号，判断没有很台。赤先生，哥的脸，请拔毛。哦，来了，哇！这是什么？奇怪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这是什么逻辑？没有没有，你有没有看到他肚子肿了？抽了一下，台哥的脸好像兵马俑啊！开玩笑，人家已经戏精了，对不对？好深沉的戏。三号真真开始拔毛。耶！这个对，这应该是反四号小优来喽，开心，嗯，这怎样蛮爽的，你们会蛮爽的，被抓痒痒哦。你觉得哪一位根本是？我告诉你，人要被拔毛的时候，你会头先往下看，因为你知道你要被伤。对，真真有看，只有真真有往下看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台哥在被拔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台哥刚好，那我要台哥被拔一次，因为台哥刚太冷静，对，超乎平常的冷静，而且我想看他再用肚子演一次戏。那你把那个手移开可以吗？你手这样子嘛。台哥再拔一次，但是怎么一次拔三根？不行，不行。台哥如果再拔一次，我们觉得不是他，那可能就会是真真了。对，是吧？那你到底要谁？再拔一次不是我的。那你要谁呢？只能选一个，就台哥啊，台哥再拔。好来，那没办法了。好来，请拔毛开始。这是肚子。哦。呼吸一口气，他有换眼法，哎呦，好的，台哥的脚趾毛有没有被拔走呢？按摩演技大考验，一样叫声两样情。那次该不会睡着？不开，哎呀！因为他的脸是这样，所以我要这样看才知道。没有，我分辨的。你是不是生硬的？